你你我的这一根在这里，我的在这里。你会压很多力量。哎、欸，但你会压吗？会。但我是压不住的哦。好，我献给你。这样可以直接法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这样吹，可以法香区哎。杯变成一个杯子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一辈子。真正喜欢你的人，那个男生，他是从头到脚。都会喜欢你的，像我这样。我不喜欢男生这样露脚底。他真诚告白，他有真诚告白。真的是。马上进入配对环节。前面有个黑影，好可怕！真的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对，五官是平的。杯变成一个杯子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一辈子。哎、欸，眼神没有对焦，讲笑话很白痴哎。怎么称呼？太饿，你现在有在试吗？有啊。你太饿，他只想吃面，他不想跟我交朋友。有吗？都是汤匙啊！什么东西？哦，这里，你要在我后面，对不对？好。哇哦！哎，可以去后面哦。哇！可以去后面。哎，你我的这一根在这里，我的在这里。你会压很多力量。哎，但你会压吗？会。但我是压不住的哦。好，我献给你。这样可以直接法香哎。哎，可以这样吹，可以法香区哎。你有想要指定我做什么？你就说小倩，我喜欢你吗？他要用什么？很真挚那种。嗯，很绅士的那种，很帅的这种。酒吧。小倩。嗯。其实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。什么事？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我们好像在练台词的演员。对，好像哦。比如说，因为我其实主持会蛮累的，嗯，对，比如说帮我按摩嘛，好啊，可以帮你按摩，好，按摩手手，按摩手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哎呦哎呦，是你有练过就对了，可以吗？舒服？可以。哇塞！人间公园，室友回来了，哦，回来人间了。情投意合的时候突然断掉了，不想离开这里。但我刚才这里面仿佛有看到一个观音佛祖，你有看到吗？好像有一个，有一个叫壮硕一点吗？观音一七二那一个观音，对，我摸到他的手，哦，流血很漂亮哎，对啊，很高啊，他手好像比我大。立冬来的心中来来来感受，好玩感受吗？好像很好玩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看不到对方，更可以就是提出你想要问的问题。对对对，反正没有怕彼此，对，专心尴尬，对专心。然后你现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对方，你只能用心来交流，而且是想象，有想象空间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看，也看不见的人，反而心是细腻、明亮，而且其他感官打更大了。那这样子相处，四个人相处之后呢？我个人呐、啊。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四号，音乐系女生，因为我那时候讲了一些笑话，他比较笑的比较大声，这个很重要，笑点比较低，是笑点比较低呢，锁定完全符合我们谐星的要求，我不需要用太大力气，他就开开心心，音高力道，好吧，那么四号这音乐系的女生，真的，你心中的感受，真正为什么选择她？蛮好聊天的，糟糕，你老是跟我撞菜，哎呦，现在怎么了啦？从小到大喜欢这个吗？喜欢。哎呦，又撞了！今天如果出来真的是我心中那位女神的话，可不可以让宪哥？可不可以让我？让你互动，直接 pass， 让你互动。对啊，类似你要出来看啊，你真的喜欢，可以互动关灯，我们再来瞧。没有，立冬，我觉得真的我们要尊重宪哥。我觉得那个互动，你真的先让宪哥也很照顾你吧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句话，你如果说喜欢，对啊，互动让给宪哥，互动让给你，不行，我不能中饱私囊，坚守自盗，哎呦，好不好？我旁边观看着，你放弃到我心中，你太亲密，我会走心。搞不出来就健康步道那个，我看了就挫赛的嘛。哦，你也有来来来来来来，有幽默，然后他有在想，有在跑，先不要看，眼睛闭上，眼睛闭上，来欢迎我们音乐系女神出场。哇！怎样？
这种袜会是假袜吗？七小瓜，哎，真的真的漂亮，真的漂亮。我现在跟他讲几句，音乐系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？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嗨，你好，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什么有趣？好玩。你要先跟我说你要来啊！你们是有联络方式？是旧事啊？什么啦？对呀，是老朋友了吗？对啊，旧事吗？关键来，我吓了一跳啊！好了好了，立冬，那我先叫车。一二三，张开你的眼睛。哦，美女。哦，帅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哇，有以前有一起录过影，交流交流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嗨，你好。最近很久没有看到你在电视上。对对，不在忙什么呢？嗯，一些事情。对，一些事情。学音乐嘛，有奖的预备奖。NPC 回答，一定有事情。反正不会是生小孩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我前阵子办了一个音乐会啊。哦，音乐会真的会哈。我在忙。哦，你是玩乐器？钢琴的。哎呦，还有主修钢琴，还会别的独奏会，还会别的。哦。弹钢琴的美女独奏会啊，对啊，那你弹的曲子一般是哪一些？都是比较大众，所以我是弹比较流行的，流行的，流行的，对对对。啊，真的吗？不是古典，我觉得好像不用聊了嘞。我看到那个大字报，他心仪对象是饼干。哎，为什么你喜欢？对啊，怎么说？哦，没有，那时候我觉得他唱歌很温柔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当下跟立冬互动到的心情？我没有调那个饮料啊，不是。因为我们是第一组，所以有一点尴尬。对，还没有进入状况，还在习惯那个黑暗的状态，还没习惯。哦，但是人家没有挑到你啊，你单恋呢？完了，没有啦。立冬，我跟你讲。你好好看一下，来，孙子已经过见过见过，来你们两个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比一下比一下啊！真正喜欢你的人，那个男生他是从头到脚都会喜欢你的，像我这样，我会。L O B E 哦，拉布拉布，从烂头到还有准备这种烂东西，谁懂气？想说为什么要走回去坐在那里？对呀，这样比较好看。脚底的爱，上演上演，要不然你会，我想要变成你的男主角，喜欢男生这么刻意吗？男主角，我不喜欢男生这样露脚底。他真诚告白，他有诚告白，这个是一个好笑。对呀，他没有喜欢这种太刻意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喜欢自然一点，所以他没有配对成功就不好意思。Sorry 啊 ，Sorry。饼干，你可以跟他互动几句。我夸你广告。对，哎，让一个女孩子说，哎，我喜欢这个男，温柔不容易。对啊，其实我本来是想要选四号，少来，真的来，因为我们的默契真的很好。少来啊，因为我们本来要选说花心呐，给三号在后面听哦，给对方一个互动的时候，假心啊，假心，你让我好好讲的。对我们那个选互动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选了让对方唱歌，哦，是真的默契。然后我们又喜欢同一位歌手，哦，对，对，林俊杰，林俊杰，所以我才选择唱小酒窝。哦，对，没有人选你，我送你过去。让宪哥互动，哎，也不用吧，也不用吧，这样怎么呢？哎，他看得到，他看得到，是渔翁得利是不是？啊，有开灯，哎，现在灯都打开了，有开灯，不是关灯，不是关灯。那这一对就没有办法配对成功，好可惜哦。来来来来。跟小光配对了，玩不到。